在哪里？在环球影城城市大道。我们今天是来干嘛的呢？我们今天是来环球影城干饭，就是现在时间是下午4点，然后我们就是来吃一个下午晚上饭，没错。然后我们想着先来吃饭，然后逛购物，然后找一天早上再过来进园去玩。对，然后先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，听上去好像有那个什么大兵的样子，但是快乐就好。然后我现在去跟赵月会合，先去干饭喽，耶！终于见到了，而且刚刚我们是吃了一会儿才想到，哎，要拍了。你好，你好。就知道你这个点到，现在几点了？哎呀，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。我们1点约的，然后4点到。哎，说是吃中饭，而且我昨天说12点，然后说不行，要不1点吧。然后你把相机拿下来点，看到你美丽的脸脸嘛。好，那我从这拍，你这样拍回去。OK， 这样回来，这样回来。不是，这样能看到不？可以的。来拍一下我们今天的餐。我刚刚已经拍了，然后现在我这个有点残缺，因为他等我太饿了。而且我刚刚拍视频的时候，我一直说我就等你吧，然后说吃一个，然后吃两个，吃三个，我然后吃成这样。我真的对不起，我刚刚那个找不到路，找了很久。来，我们跟大家来解释一下，我们今天是为什么就是不进园要来干饭？就是因为就觉得因为开心最重要。对，我们本来是想进园区的，然后呢，但是因为最近人太多了，所以说我们想说先来探探路，然后就是先来看看这家餐厅好不好吃，先来感受一下这个对感受一下氛围，对，快乐的氛围，嗯，对，没错。好，开吃。我们后面会有穿上装备来的以后，对吧？我们后面会穿上装备再来，没错。